我是来自匈牙利的 Koczor Attila， 我在华北理工大学教书，教授我的母语匈牙利语。我一直很喜欢游泳，以前我在匈牙利的巴拉顿湖游，来到唐山草飞店以后变成在大海里游。草飞店有很多漂亮的海湾沙滩，蓝月湾是离学校最近的一个，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天气，风浪很小，拥有狭长的沙滩，可以说是唐山最美的海滩之一。我经常跑步到这里，然后沿着沙滩漫步，十分的惬意。没事的时候，我也会在周边逛一逛。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港口曹妃甸港，我查资料发现这里距离韩国、日本都很近，货物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，很厉害的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里还有通往欧洲的列车 China Railway Express 中欧班列，这是运行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的集装箱等铁路国际联运列车，它们满载各种商品往返，加强了国际交流与合作。作为在中国工作的欧洲人，我喜欢看到这样的合作，以后我会继续关注参与更多中欧交流的项目，让中欧友谊更加深厚。